超市逛一圈。这个大闸蟹可大，差不多50块钱一只，虾底面33块，鲜牛肉33，小猪爪27.8。我老婆爱吃这个，我买两个这个，买两个剁一剁。两个猪爪47块钱，再来买几片香干。三片是吧？对。好。大家，我是老田，我老婆超爱吃这个猪蹄，买点回去用那个笋干菜给它一起炖一下。53.5。买回来的猪蹄呢，我们先放在水里给它泡洗一下。今天买的这个都是脚尖啊。这个笋干菜是今年卖完以后我自己留的2斤，也吃了差不多一半了啊。今天我们用这个笋干菜来烧这个猪蹄，大概就是一把的量啊，不要太多，太多抢味道，这个泡出来好多的。直接加水15到20分钟左右就可以泡开。泡洗好的这个猪脚呢，我们冷水给它下锅，先焯个水，放葱姜黄酒。烧这个猪脚还准备点料头，葱姜，放几个干辣椒，八角，香叶，桂皮，把这个生姜切片，多切几片。小葱给它打成葱节，防止在锅里给它散掉。水开了，把上面的浮沫及时给它打掉，不打掉煮到猪脚里面它腥气出不来。再煮个5分钟左右，猪肚透再捞出来。我们用热水一个一个给它冲洗干净，锅里给它少加上一点点油，润一下锅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调成微小火，要炒这个糖色的啊。炒糖色多放一点白糖，家里没有那个冰糖，有冰糖最好用冰糖。小火给它慢慢炒，油不要放太多啊。炒糖色，等这个糖色化了以后，我们就要紧盯着锅里了。一旦冒枣红色的泡泡，就要立马把猪脚给它放进去。炒过头了它就会发苦的，给它翻炒一下，把它全部裹上糖色。大家看这个猪脚上面是不是颜色变成红亮红亮的了？现在我们给它碰上一点黄酒，酒香味给它炒上来，搁上一点生抽，老抽放上一点点就可以了，老抽要放多了就黑乎乎的了。我们给它炒一炒，这个颜色就慢慢上来了，香味也出来了。现在这个笋干菜也差不多泡好了，大家看到吧，颜色干干净净，清清爽爽的。我们用这个笋干菜的这个水啊来煮这个猪脚，没过这个猪脚这个水，现在给它加上一勺盐，再来上一些白糖，炒糖色的糖不甜的，胡椒粉。烧这个猪脚啊，可以少来一点点陈醋。再把前面准备好的料头，我们全部给它放到锅里，水开以后就转高压锅来给它压，有时间就用砂锅小火慢慢炖，但是今天时间有点紧张了，高压锅这个压一下，省事又快。上气以后我们压个20分钟，这个猪脚烂一点更好吃一点。我们用这个香干跟莴笋一起炒，莴笋呢先切斜刀片，然后再给它切成薄片，香干给它切薄片，我们再切一点这个咸肉放在这个里面烧，这里面也可以放那个里脊肉啊五花肉都可以的啊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关火放气。再准备一个砂锅，把我们这个笋干菜放在锅底挤干水分，然后这猪脚呢，我们挑去那个葱姜料头，把汤汁和这个猪脚全部给它放进来，一起收汁，再烧一下。我们给它盖上砂锅盖，调成微小火，大概呢再给它煲个5-6分钟就可以了。这笋干菜本来就是煮熟的，已经锅烧热，加上点油，滑一下这个锅，然后我们调成小火。先下这个香干在锅里煎一下，口感会更好一点，火不要太大啊。给它翻过来，这个不用煎得太老啊，太老以后会发硬的，稍微煎一点我们就给它先盛出来。下入咸肉，这个咸肉是提前煮过的，用那个生的也可以直接煸呀，煸到微微出油就可以了，表皮有点微焦。先放入莴笋，一起给它翻炒一下，有木耳啊胡萝卜啊都可以给它放一点，但是姜蒜往里放了。现在放进去，把这个料头炒炒香，香干也放进来，一起给它翻炒一下，
少淋一点点水啊，这个莴笋呢要稍微煮一下，再给它少放点盐、白糖。这个菜呢放酱油也可以，不放也可以啊。这个菜本来就是红烧的，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就不放了。这样给它煮个一两分钟就可以直接出锅。都是笋干菜的这个香味。准备开饭了啊。你最爱吃的小猪脚。好香。里面放了笋干菜，正好解腻。我先搞一块，我也乖乖的，今天肯定懒。这里面的笋干菜真好吃，你尝尝呗。反正你这个猪脚都香，呵呵，没有多余的料，就是笋干菜跟猪脚。哇，真好吃。很香啊。嗯。我们今天搞的笋干菜特别嫩。配老酒绝对的，这香干用油煎了一下，焦焦的，很香的。嗯。放点咸肉。完了，都在这下面放的，椰子和糖色颜色还可以啊、哦，稍微多带点点汤汁呢。这糖色炒的好看。这一口啊，哎，香菜挺好吃。今天这个笋干菜跟猪脚啊，真是绝配。再来一个这个，大家看这个颜色漂亮吗？太过瘾了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啊。看着过瘾吧。你用小砂锅慢慢煲个两个小时，煲出来还要香。这咸肉也是绝配，什么菜里都可以放。你看笋干菜。好吃哦。嗯，我得找这个笋干菜吃。拌着饭吃好吃啊！弄个这个大脚尖啃啃，其实猪脚上面就是这个脚尖最香，但是不容易炖烂。笋干菜现在没有了，笋干菜是每年的四月份左右，然后毛笋上市以后才可以做的，它这个周期就一个月时间，过了就没有了，属于时令菜啊。这视频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支持。